OT。 今天要示范的第一个笔法呢，叫做横折。老师还要示范三个例子：口、日跟田。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横折该怎么写吧。同学们，我们今天要示范的笔法是欧阳询的横折。好，横折，横折就是横画加竖画。老师先示范一次它的写法。斜45度角入笔，轻轻的往右边调成中锋，往右边走，笔提起来，放到横画上面去，按压，用手肘的力量转正，推，提笔放到左边，往下，往上收笔。老师再示范一次。横画行走，把笔放到横画上面去，提起来，切下去，转折，往下走，提起来，用笔尖放左边，下面往上收。要注意的地方，横画比较细，竖画比较粗。竖画要完整的一个竖画，然后呢往内稍微倾斜15度角。同学容易犯错的地方是这样，横画提起来，竖画的头在横画上面，但是竖画的身体会跑到外面去，这是同学最容易犯错的地方。竖画的头跟竖画的身体分开来了，最容易犯错的地方。老师再示范一次，横折细一点，提起来放到横画的上面去，切下去转正，直接写竖画，提起来放左边进行收笔，收笔的动作越小越轻，越细越好。好，这就是横折的笔法。接下来老师示范口。接下来老师要示范的字呢是口。口的第一个笔画竖画，往下走，往内斜倾斜，收笔，收笔动作越小越轻越好。接下来第二个笔画就是我们今天示范的笔法横折，横提起来，切下去转正，往下走，提右边要写的比左边短一点，再来横画接过去收笔。好，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口的竖画跟横折这个地方呢，要进行一点点的留白，不要接在一起。接下来要注意的是横画跟竖画的接笔的位置，竖画凸出来，而这边呢是横画凸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写横折的时候呢，横折要写短一点，不能够超过左边的竖画。老师再示范一次，竖画往内斜，稍微一点点斜，收笔。好，这边记得留空位，横画稍微细一点，不要太开。写横折，压下去，转正，往下走。停，记得等一下留横画位置，所以右边会写的比左边要短。接下来横画从竖画身上出发，碰到横画进行收笔，完成了口。接下来要示范的第二个字是日。同学们注意看，日在九宫格里面呢，大部分的笔画都只有集中在中间这格，所以不要把日写得太大咯。第一个笔画呢是竖画，刚好在正中间，直的不用弯，进行收笔。好，第二个笔画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笔画，叫横折，提起来，切下去，做一个肩膀，往内走，往下。同学有没有发现，右边的竖画要比较粗，横画要比较细，在中间偏上一点点的地方写一个横画，
这个横画左边要跟竖画相连，但是右边不要连住。第二个横画写上去，右边轻轻的碰到，也不要粘太紧。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示范的字是日。好，记得提醒同学的地方，写日的横画都要微微的向上倾斜。中间的距离呢，空间要平均分配。接下来看接笔的地方，跟口部一样，竖画凸出来，日的这边右边的竖画也是凸出来，而且凸的比左边还要更大、更长、更多。这是跟口不一样的地方。老师再示范一次，日第一笔竖画。到了提笔做收笔，第二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笔画横折，接下去转正中锋，往下行笔，右边要比左边长哦。第三个笔画是横画，左边粘住，但是右边要留空位不粘。第二个横画也是一样，进行收笔，就完成了我们第二个字日。接下来要示范的第三个字是田，一样跟口一样，竖画往内倾斜，往内缩，收笔。第二个笔画就是我们今天的横折，提起来，切下去写竖画的时候要粗一点。好，右边的竖画也要比左边的竖画略长略低，中间的地方写横画。横画都要细一点，手笔不粘住。中间的竖画写下来，在正中间停。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老师故意把中间的横画写的比左，中间的竖画写的比左边、右边都还要更短，为的是底下的位置要放上这个横画。好，要注意什么地方呢？第一个，田字形一定是往内写的，两个竖画的接笔都是凸出来，右边比较大比较长。同学写完的时候要检视一下自己田字中间的这四个留白的区域有没有四个空间一样大，如果有空间一样大，这个字才会好看。老师再示范一次，往内写，横画比较细，略微偏上，提起来，切下去，转折，往下走。右边要写的比较低，收笔，中间写横画细一点，微微的向上斜，不要粘住哦，进行收笔。中间竖画记得写短一点，写到这里就要停了，不可以写的跟左右两边一样低。因为位置要留给这个横画。好，收笔，完成了田字的示范。